好，我是来自北京和纽约的中国艺术家秦峰，很高兴这次这个省乌邦这个博物馆安排的这个展览和这个二八四三车安排的这个展览。那我这次来主要一方面体验这里的一些环境，第二做几件作品。瑞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整个这个文化和带着一个故地重游和一种非常的心情在这创作生活，最后给大家这样一个展览，希望瑞士人民仍然喜欢我的艺术，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活动，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也很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Danke schön. Tschüss.